概放寬了我哋嘅長者生活津貼啦嘅資產上限啦，推出咗個高額嘅即係獎津啦。咁呢啲措施咧係有助改善嘅基層生活。如果你話你個政策係好有效果嘅話咧，我覺得起碼你個貧窮人數係咪應該要減啊？同埋你個貧窮率咧，你都唔好話係咪維持呢個水平啦。我哋睇翻咧，而家喺社會福利嗰個開支方面，即係佔翻政府嗰個開支嗰個比例咧，其實我哋喺經合組織國家入邊，我哋仍然係包尾嘅。縱使我知道局長或者特首都不斷講話，其實我哋喺個福利開支，其實過往幾年我哋都加咗即係。好多，我的情況就是因為以前真的很不夠，很不夠嘛。那你現在加多了，那你都是追回少少落後啫。那但是我覺得其實我們的社會是不是應該前瞻性多一點呢？窮人生活年年升，窮人生活年年升。即如果再咁落去咧，其實喺外國嘅社會咧，如果你個堅尼系數咧去到0.5乜乜乜咧，即係有啲學者話已經係去到好，即係個臨界點嚟㗎啦，個社會會唔會動盪咯？個社會咧係要公平啲，咁所以樂消亦都推出咗公平咩嘅即係倡議運動咯。我哋希望係即我哋即個社會努力咗一啲最低下層嘅基層市民係可以分享到咯。咁所以亦都唔想個社會係去咁。動盪或者更加分裂，我亦都相信如果個經濟即係分享唔到咧，大家抗拒嘅情緒只會越嚟越犀利啦，或者一啲不滿嘅感覺。